帕特320D 斜体排平衡度测试问题。首先拧松电磁阀压帽。取下电磁阀，弹簧，调整电片，将喷油器安装在专用工具上。固定好喷油器，调整专用工具的高度，千分表归零，转动斜铁盘，千分表跳动幅度越小，说明斜铁盘平衡度越好。